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把话说明白。敬请期待《方圆巨阵》九集迷你剧集《绣豆花》精编版第三集。待我儿子水清成人，即娶邹家来秀为妻。你不是那个卖豆花的吗？叫顾定芳出来，我要问话。顾定芳已经死了。顾定芳，就算你不在了，你欠我的，我也一定要讨回来。问问你们家大嫂，他们娘家是不是有个叫梅林桥的地方？顾定芳把我们的秘密都告诉他了。世界上的事儿啊，就脱不了一个因果。我女儿呢，一天之内必须给我把女儿找回来。哎啊，什么事儿？明天下午两点钟之前，你必须把邹来秀给我找回来。啊，顾家的人今天都在啊，我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儿。顾玉阳，你不许胡说八道。怎么了，顾太太？你怕了吗？我怕什么呀？顾玉啊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你把我们大家都叫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好，时间到了，那我可说了啊，妈。顾玉啊，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刚才我只是说了个开头，剩下的由你们董事长宣布吧。各位啊，我今天是要宣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的儿子顾水清要按照他父亲的遗嘱，在一个月之内和邹来秀完婚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死丫头，还睡呢？快起，快起！天都要塌了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水清回来了，还水清呢？水清马上啊就要成为别人的新郎了。什么？妈，你昨天让我娶邓西梅，今天让我娶邹来秀，你当我什么木偶吗？妈也是没办法呀。妈，到底为什么呀？水清，你要是不娶邹来秀，那么母子就全完了。妈，我跟邹来秀才认识两天，你就让我跟他结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顾水清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顾家的长子，你说究竟是事业重要还是你的那些情情爱爱重要啊？水清啊，妈也知道你是委屈，可妈也是没办法呀。谁让你是顾家的继承人呢？你要想一想，咱们这么大的家业，那是有多少人都在盯着呀，都在挖空了心思想分到一杯羹啊。这么多年，妈辛辛苦苦的守着这份家业，受了多少委屈你又知道吗？我都是为了谁呀？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水清啊，你就答应妈这一次吧。行，你不答应也行，
那咱们呀，就断绝母子关系。从今往后，你永远也别进这个家门了。我可是白养你这个儿子了。行吧，我答应你，我娶走来就还不行吗？你真的答应了？这才是妈的好儿子呀。妈，西梅她怎么办啊？西梅，你放心吧，妈会处理好的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。妈，您这唱的哪出啊？我不是都跟您说了，我不稀罕顾家，我回吴城了吗？您干嘛还非让顾水清把我找回来？还宣布我跟他的婚事。好，抛开顾家的财产不说，妈问你，你就真的不喜欢顾水清吗？这都哪跟哪儿啊？痴女莫入母，你藏那点小心思，妈还能不知道啊？你看顾水清的眼神，妈一眼就能看穿你。还想骗妈？我承认我对他是有一点好感，但那也不代表我就要跟他结婚呢。更何况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什么娃娃亲，那都是你们开的一个玩笑。不许胡说，这是命，这是命，你知道吗？从你出生的那天开始，你就注定是顾家的人。妈，你怎么这么铁石心肠？西梅和水清那么相爱，却因为我被拆散了，你让我怎么能安心？反正我不要嫁给顾水清，我不要，我死都不要当人家爱情的第三者。谁是第三者？我女儿是凤凰，是凤凰，不是第三者。你要气死我呀你！你这个不孝的混账！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别吓我，妈。我就你这一个亲人了，你别吓我，妈。秀儿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。水清和西梅的婚事，本来就是我们家对不起西梅。这里是50万，就当是我们顾家给西梅的一点补偿吧。我不要！你们把我东西梅当成什么人了？当着众人面前定了亲，现在呢，就知道拿钱来退婚。好，分手可以。你让顾守清自来跟我说清楚。不好意思，那我先告辞了。今天这顿饭，就当是给两个孩子的订婚宴了。仓促了些，谷雨啊，还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没关系，我谷玉瑶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懂礼数识大体的人。
俗话说，好事多磨，只要他们俩能尽快完婚就行。那就好。来，咱们干了这杯酒，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们吃吧。西门，既然你不来找我，只有我来找你了。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，你看对不对？西门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次在打我脸。是啊，西门，你和水清的关系虽然已经结束了，但这些东西你就收下吧，就当是做个纪念。我们家虽然比不上你们顾家，但是我最起码的尊严还是有的。西门，我错了。沈清，你干嘛？沈清，你不要打了。沈清，水清，水清，我说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戏差不多就行了啊。二婶啊，快把西梅送回家吧。西梅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啊！不要你们管，不要你们管。吃饭，我没法吃了。水清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回来就不会这样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不知道我妈和你妈之间有什么样的秘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邹来秀，你嫁给我你不会幸福的。你除了装可怜还会干什么？我顾水清从来不打女人，可我现在恨不得把你。你是我这辈子最不想见到的人。红盖头，梅林桥。自从古瑶回二泉市之后，怪事就越来越多。他到底捏着顾家的什么秘密呢？为什么我嫂子那天突然就答应了水清和来秀的婚事？这里边肯定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顾瑶，有件事儿我不明白。你让我把顾家所有的亲戚都召集到我嫂子那儿去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古云阳，你不许胡说八道！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刚才我只是说了个开头，剩下的由你们董事长宣布吧。我今天是要宣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的儿子顾水清要按照他父亲的遗嘱，在一个月之内和邹来秀完婚。顾总，顾总，你找我？给董事长的那份财务报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顾总，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什么差错的。嗯，很好。这样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好。
你们两个也住进顾家了，那个红盖头该还给我了吧？急什么呀？咱两个孩子完了婚，领了证，我自然把红盖头交给你。哎，阿婶儿，听说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交换了戒指，就算是完婚了？可不是嘛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这样。那水清和西梅的订婚戒指都是铂金镶钻的。吃都堵不上你的嘴是吧？两次戒指怎么能买一样的呢？我们家来秀的戒指怎么也得比上一次的大呀。水清，明天带来秀去选个钻戒。要买二叔买，一个月买两次婚戒，我没那个脸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吃。我来，收拾什么呀？我有说过我吃完了吗？就你这副样子，怎么能当顾家的儿媳妇儿啊？西梅，我错了。西梅，顾水清就是个公子哥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死老头子，当你当初别信那个什么人的话去炒西货，你非要炒，还欠下那么多高利贷，现在连女儿都被人家退婚了，房子都要保不住了，这日子怎么过下去？今天累死我了。哎，妈，我休息吧。我今天高兴。你不知道，这20年来，我今天最高兴了。来秀，他的秘密都在我的手上。哎，你看，我女儿的手长得多漂亮啊，白白嫩嫩的，做豆花呢，可惜了。跟这大钻戒才最般配呢，哎，多闪呢啊！这大钻戒真好看，哎呦，真闪的，好看好看，真好看啊！妈，咱回去休息吧。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我看它脏了，想帮你洗一下。邹来秀啊，邹来秀，这西装不能用水洗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个土包子。那我给你缝回去吧。别以为你靠什么手段进了我们顾家，你就丑小鸭变天鹅了。像你这种人，我见太多了。这种生活你过得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永远没有你的位置。在家以后给我盯着点儿，他不许进我房间，更不许碰我东西，听见没？
是订婚了，还比不上素不相识的时候。钱呢？你怎么打人呢？借钱不还，打你就去那了。还，我们还。拿什么还？我们借。什么东西？我。西梅，你怎么了？西梅，你醒醒啊！醒醒！什么？西梅出事了，我马上过来。西梅，我带了你最爱吃的火龙果，你吃点吧。我爸妈呢？他们一宿没合眼了，我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了，我来照顾你一会儿。就为了一个顾水清，你至于吗？顾水清不会来了，他要来早来了。五哥，我想吃小笼包。好，我现在给你买，你在这儿等着。顾水清，你个王八蛋！今天我就替西梅好好教训你。你干嘛呀？你让开！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邹仁秀。顾水清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跟我说你单挑。你要跟谁单挑？西梅。不想看到你们两个，都走吧。西梅，要不然你还是先躺下吧。西梅，我对不起你。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早就已经和水清结婚了。对不起。我都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了，没有什么想不开的。西梅，你真好。我不如你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你跟水清之间的第三者，你相信我？我没那么想过。都是我妈，她一时鬼迷心窍，她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的苦，所以总想让我嫁个有钱人。但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我只是想让她先安心，以后的事情再另做打算。西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劝我妈退婚的。你跟水清。我跟水清，不可能。
西梅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总算把你这个王八蛋看清楚。我是什么人，不用你来教我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什么爱情都不如自己的生命重要，只要能好好活着我就满足了。西梅，我觉得跟你比起来我配不上水清。傻丫头，感情的事儿没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，只有缘分。你和水清有缘。利润下滑这么大，成本项也正常啊。从账面上来看，这也没什么漏洞啊。难道？跟你说啊，今天你是没看见，我们董事长平时是多么要脸的女人啊，居然被乡下冒出来的亲家母挤兑成什么样哦。我听他们说啊，这个亲家母跟董事长的老公有一腿，两人当年好得死去活来，这下可好了，要把情敌的女儿娶进门当儿媳妇，你说吃了苍蝇还要嚼，多糟心呐。刁武魁打疼你了吧？没事儿。给，涂在胳膊上，消肿化瘀的。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以为你是个拜金女。我卖豆花挣不了几个钱，可是挣着踏实，心里安心。好，不说这个了。我发现每一次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受伤。那你呢？你好像总是喜欢给别人送药。哎呀，你说我们俩要不是上一代人生拉硬拽，没准儿能成为好朋友。那天你大嫂突然宣布让水清娶那个野丫头，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事儿。能有什么事儿？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顾氏集团上市的事儿。这个时候但凡有一点坏消息都会影响集团的声誉，所以凡事都得小心着点儿。对了，上次我让你从我娘家亲戚那儿采购的酒店用品，收尾的事儿你办好了吗？哎呀，
还有完没完？放心吧，该做的账统统都做平了。那一位就算是看了财务报表，他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反正啊，遇事别声张，凡事留个心眼儿就对了。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你，你可千千万万要记好啊！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？你和水清就要结婚了，妈这辈子没能享的福，能让我女儿享，我也算没有白熬这20多年。这红盖头，妈今天就交给你。这可是你以后一生保命的东西，你时时刻刻都要带在身上，绝对不能交给任何人。你记好了吗？妈，这块破布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。你要是想水清好，你就听妈的话啊，记住了吗？水清，记住了吗？我们家来秀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我现在能看着我女儿过着安逸富足的日子，就算是死了也能安心平安了。妈，好好的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，总是胡思乱想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回去睡吧，那红盖头一定要好好收着，不能拿在手上，要揣在怀里啊。知道了吗？哎，对了对了，明天跟妈一起把你喜字、大灯笼都布置起来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记住了啊，放好。哎，放心吧，妈你早点睡。刘姐，那喜字给我贴正了啊！千万别拍了，我把那个对联也给我贴上。刘姐，赵哥，帮下忙吧。好好好。西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体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选了一件结婚礼物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西梅，我这婚结的本来就挺尴尬的，你还送我礼物。这事儿啊都已经过去了，我送你礼物呢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拿着吧。谢谢你啊，西梅。记住我说的话，能结婚是缘分，好好珍惜你的缘分吧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结婚前啊有的你忙呢。先把这个弄好就好了，然后我们一张张的贴，好吧？哎，咱们家新来的新娘子，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，衣服都自己洗，对我们保姆也客客气气的，跟以前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这下好了，我看看你什么花，鸳鸯，贴在枕头上好吗？这个我就门上啊、窗户上都能贴。
你来了。以前鼎芳在的时候，我们是经常在这里放河灯的。我都不记得鼎芳的样子了。他临走的时候还念叨着你和你的那个女儿呢。算他还有良心。顾玉瑶，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吗？你现在来讨债，自从我嫁进顾家，你就阴魂不散地在我的生活里，先是抢走我的丈夫，你现在又带着女儿还要抢走我的儿子吗？你错了，我从来没有抢走你的丈夫过，而是你当年夺走了我的爱人。顾鼎芳和我结婚的时候，他的心里还爱着别人，你说谁是受害者？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笑话，你又成受害者。20多年，你知道吗？我带着来秀四处流浪，不是拜你所赐吗？没错，是我，我就是不能让你们回到二泉市，所以你遭报应啊。我的女儿最终还是要回来，嫁给你的儿子，然后占有你们顾家的产业。你想的也太美了吧。顾玉瑶，你算尽心机让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，你不想一想，这不就是步我的后尘吗？她嫁给一个不爱她的男人，她会幸福吗？你再行，你最好给我识相点，我没有把你和你的儿子踢出局，就已经是对你们母子俩手下留情了。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？哎，那首诗怎么说来着？山岚翠微风，春深梅林东，碧水鹤方沉，天青上寺中。你也太可笑了吧，我怎么会知道这首诗呢？你用一首莫名其妙的诗，你是想威胁我吗？你也太幼稚了吧，我知道的当然不止这首诗，红盖头里面有你所有秘密的证据。李赞晴，你最好祈祷顾鼎芳在天之灵保佑来秀和水清恩恩爱爱早生贵子，以确保你在顾家的位置。这二泉河的水还是跟以前一样阴冷阴冷的。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把话说明白。上巳节三月三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你冷静点！你快告诉我说！顾太太，你冷静点！你难道连你宝贝儿子的生日你都忘了？上巳节，三月三。生日，顾玉瑶，究竟说了知道什么？你快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说开，放开我！顾太太，救我！玉瑶，快抓住我的手！救我呀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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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救我呀！救我呀！上巳节，三月三，生日。
是我！来人呐！有人掉水了，快救人呐！这是后盖的，妈，妈，你醒醒！把他的骨灰安葬好，通知婚礼的来宾，婚礼无限期推迟。这个红盖头里面一定藏着一个惊天的大秘密，最大的那张牌一定是在邹来秀的身上。西梅啊，我正式聘请你出任顾氏集团的财务总监。董事长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已经把邓总监挪用那30万的证据交给顾总经理了。你缺钱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你有钱吗？我顾水星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只能跟你谈情说爱的公子哥，是吗？侵吞公款，涂改账目，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？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以后我就只听您的。邓西梅做的确实是不对，除了邓西梅，公司的账目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隐藏在红盖头中的那个秘密，点燃了古玉瑶和李赞琴20多年来的恩怨，而这一系列风波也使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。而来秀也慢慢地让水清改变了之前对他的看法。你说我们俩要不是上一代人生拉硬拽，没准儿能成为好朋友。在这个看似荒唐的红盖头事件中，一些人已经嗅到了其中的蹊跷。那天你大嫂突然宣布让水清娶那个野丫头，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事儿。顾其芳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到，这一纸婚约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这个秘密或许就是自己未来扳倒李赞琴的最大武器。如今李赞琴失手造成古玉瑶跌落桥下，对于李赞琴来说，那个千方百计想要隐藏的秘密似乎可以伴随古玉瑶一起沉入水底。可古桥边，邓西梅已经暗中目睹了这一切，被顾家退婚之后，邓西梅的内心也已经翻滚起了异样。古玉瑶的落水会给这个家族增加怎样的波澜？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。